我的声音会不会太大声？你们会不会听到我的声音？可以，好好，有听到我的声音。你们这几天都会看到我，那你们一定要记得我的名字，一定要记得哦。但是介绍我的名字之前，好了，芷云，如果你要介绍你妈妈给大家认识，你会不会说这是芷云的妈妈？你会不会讲这样？这是我的妈妈，会吗？哈，好，那我今天呢，哈。我要介绍我的女儿给大家认识。等一下有一个游戏哦，来来来来，姐你先出来一下。所以她叫什么名字？她叫喜恩，哈、哦，喜恩。那我是谁？雅文。不是，我是喜恩的妈妈。对，我是喜恩的妈妈。那今天呢，我要帮喜恩改名字，她叫做好美。好美。所以我是谁？好美。非常好，好美的妈妈。好了，我们去学回去哈。好，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有几只手？两只手。我伸出来看你，两只手在哪里？那两只手有没有动得很快？有没有？有哈。啊，你的左手在哪里？左手，我来看看你的左手在哪里。左手是拿筷子的那一双手吗？有些人是左撇子的哦。左手在哪里？这里哈、哦，好，左手那边，左手，那右手嘞？都知道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呢，伸出你们双手的食指，食指知不知道？知道哦，食指哦，不是小拇指哦，食指对不对？我现在要来看看你们有没有吃饭哦。听说吃饭的时候，小拇指就会那个食指就会动得比较快哦。我们现在来教大家四个动作，四个动作，来，我们来看。一，有二，三，三，四，四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？来哦，我有看到有人很快哦，来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要不要再快一点？要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来，我们再跑快一点哦，来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四。那我们来配合一首歌好不好？哥哥爸爸真伟大会不会唱？会，还是会唱妹妹的洋娃娃？会。那我们唱哥哥爸爸真伟大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配合这样子哦，好不好？那、啊、我们看看有没有人突然会手抽筋哦。哦，我们来看看会不会有人手抽筋哦。好，来，一二，我们一起唱哦，唱哥哥爸爸哦。好，来，一起来哦。哦，还有音乐要来哦。有没有？还没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他来玩一个小游戏哦。小游戏呢，所以要做更近一点点，因为你们的手没有那么长。现在呢，你有一只手，你的左手啊，好吧，你的右手，你的右手，你的右手要打开变成这样。对，啊，你的小左手，左手是放在你隔壁人的右手的下面，变这样，变这样哦。隔壁，来，来，老师协助一下，右手打开，左手放在你隔壁的人的，对对对，哎，来，老师协助一下，哎，老师协助一下啊，哎。有没有？有没有哈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哈、哦。哇，好了，我们来示范，我们来试一下哈，我们来试一下。我说抓，注意听哦，我说抓你的
这一只手要抓住隔壁那个人的手，可是隔壁那个人听到抓的时候，这个要赶快往下，知不知道？好，注意听哦，我再讲一次，我说抓抓，你就是要抓住隔壁，你要想办法抓住你隔壁的人的手，但是你隔壁的人要想办法逃跑。这在训练左右脑哦，这是时候要看看你的左右脑。这时候我们要配合的歌曲，啊，听得懂吗？我们来示范一次哈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们请牧师娘给我们一首音乐都可以。啊，我说抓，啊你们就要赶快，好，可以吗？
先回去了。是，那你有没有被抓到？没有，那你先回去。你有被抓到？有吗？有吗？有。好，我们现在速度要不要加快？各位小朋友们，啊，谁？你没有被抓到，好，那你先回去。好，剩下你们三个，对不对？速度要不要加快？要不要加快？好。被抓到的，好，那留下来，好，留下来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好，哇，玩游戏哦，踊跃参与的，我们都有小礼物哦，好，先回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手指运动哦，我们再来教教大家哈，因为有一些小朋友呢刚刚才来，所以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们来练习一下手指运动。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的老师呢都会不定时间的送出礼物哦，所以要专心哦。来，这是伸出你们的食指，食指在哪里？你的食指，食指哦，好，食指哦，好，来，一是这样哦，二，对，三，四，一，二，三，四。好，那我们就用伦敦铁桥这一首歌来看看你们的手指有没有灵活，会不会抽筋哦。好，来哦。